还有人，如果少中有在线上的话，记得这个明天啊，跟你们群主讲一下我们的。就是明天那个青年杯啊，哇，这个都挤在一起耶！挤在一起的话，关键在二三座四，三座四这个球，我看一下啊。过来一点，好榨干就可以了。要做到100分的位置，有可能吗？坐到这里，坐到这里，9号的问题。100分的位置吗？没错。再看一下，拉杆带一下5号。OK 了啦，进就可以。给点面子吧。掌声鼓励，这局球吃得还不错啊、哦！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